看一下健行笔记小初三的路况回报，还停留在去年的5月21日，心得也只有一篇。于是我就想帮小初三好好的介绍一下。这次从关道山林道上去，到汤公碑5600公尺。大家早安。今天来到回森林场，那么要去登小初山，然后这个行程大概5到6个小时左右，爬升高度大概900公尺，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终极山路线。这里有一个山南小径，那我就是走林道上去。现在关刀山林道0.5K 处，然后时间是9点，海拔高度800公尺，走了大概0.9K 的关刀山林道，然后现在我们左上往森林玉步道走，9:08，然后我们开始走。森林玉步道0.2K， 就可以看到有色山埔里六秀的老二，2104公尺的有色山。我现在走在惠森林场的森林玉步道上，那我今天的目标是小初山。现在时间大概9:10，9:28，森林步道0.8K， 9:33，海拔974公尺。现在在森林玉步道1K 处，步道旁有植被被裸露清洗罐，天雨路滑，行走时行险，留意自身安全。9:50，我在关刀山林道与汤公碑的岔口，然后现在要先往汤公碑前进，有 1.2K。这一段到汤公碑，就比刚刚森林玉步道那边还要陡一点。哇，好大一根白色的菇！我现在在汤公碑步道0.6K 处，汤公碑到了。10:27，
10:35开始离开汤公贝，前行非游乐区范围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请勿超越区间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我们要去小初山，前方非开放范围，禁止进入，但是今天发生意外，自行负责。游客请勿进入。对，可以看到很多登山步条，地面还蛮多刚伸出来的小姑姑。开始陡度有比较高了，继续往上。我现在走在小出山的步道上，那目前呢还是平缓坡居多，在森林里面慢慢走，那步条都蛮充足的，路径也很清楚。现在11:06，海拔1500左右，然后开始有拉伸了，陡上的部分还有约200公尺。这棵树找得还不错。哇，展望很不错。继续往小处山前进。海拔1648的大树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小出山步道上，那现在在海拔1648公尺左右的地方，那到小出山大概还有50公尺的爬升。第二个，先下后上。第三个，先下后上。第四个下降又上升，现在海拔1697，12:05，快到小出山了，好美的树啊！到了，你好。
现在1点钟，我要从小初山下去了，回到惠山。小初山，拜拜。下雨了，毛毛雨。如果可以，我只是想在休假日到临近山林之间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那里我可以好好的放松，看看山林树草，还有不认识的动物，当然偶遇过客的山友。谈天谈地，回归自然，找寻本心，简单的美好就很好。白墙一片，接下来过今天唯一的陡坡，我把登山杖收起来，放在背包上，然后后退攀爬。抓住的把裤下去，
好，快穿鱼，快穿鱼。我现在已经过了碳工杯，然后要往惠盛农场方向前进。现在雨后还是在下雨，但碳工杯这段都蛮好走的。然后我现在撑伞在走。真鲤鱼步道，哇，雨快停了。哇，超美的。长道关道山林道，下到关道山林道，到了植被裸露的这一区，应该是有发生火灾烧的。3:36，从森林玉步道下到关刀山林道这边，然后现在走关刀山林道，维修中禁止通行。这个本来那个服务中心对面的碳工杯步道上来就是走这。3:50回到登山口。横平山，太阳就有云海。